辣椒啊，妈，你的辣椒来啊！我们走那边，你说哪里啊？啊，那也有一个仙人掌，但感觉还好，好像也我也不知道。Fredo， 不用吧？有啦，这根不太一样。想再多走几次呢？辣椒来了，好看的多，好看的多走几次。辣椒来了。哦，这仙人掌不错。你知道吗？这长长的辣椒就是阿布奎西的特色。嗯，是要拿起来。这叫什么名字？没写。嗯。这边我们刚没走啊，这边刚走的。